德纲与林志颖的年龄和长相一直是娱乐圈被调侃的对象，近日郭德纲又与林志颖同台了，而这次还加上了吴奇隆。据悉，郭德纲、林志颖、吴奇隆齐聚某节目录制现场，随后该节目通过官方微博晒出三人的合影，并调侃郭德纲像带着两个小孩子在开家长会。照片中林志颖在左边身穿黑色西装，就像邻家大哥哥的感觉，右边是吴奇隆一身蓝色西装，一脸酷酷的表情，而中间的郭德纲看上去明显比旁边两位要成熟很多呀。最后郭德纲转发此微博，并首次回应了与林志颖同龄，他调侃称那说理去，我估计他们喝了防腐剂了。此微博一出，乐翻众网友，有网友留言称参照物找错啦。有苦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